比零领先。现在助手队发球，队友队需要西亚发球。中队现在把球接给中队，孙金芳多少传，孙金芳传来以后由西亚接下球，三号位进攻球打中了，现在中队得到发球权。在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准备发球，这是11号，是美洲，张美洲跑到球场来，比较远的地方，看准了对方，然后发三号标球，这球没有过网。现在换发球，现在助手队发球，助手队现在发球，这六号玛利亚，玛利亚现在发三号标球，中队现在一传接好以后，现在扣球，一号郎明跑动当中，在背后扣球，球打中了。现在中队得到发球权，现在比数是2-0。中国女子排球队帮秘鲁女子排球队进行过第一次交往，都取得了主动。现在是秘鲁队进攻，中队后排把球垫起，中队现在传到方位，方位的扣球，郎明的扣球，郎明方位扣球，球打中了，他自己高兴的跳了起来，3-0，中国队领先。在看台上，几个华侨都挥舞着中国的五星红旗。现在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发球的这是跳陈亚雄，陈亚雄看到对方以后，现在发上了高球。秘鲁队一传没有到位，秘鲁队的跳转，秘鲁队传到方位，方位的扣球，最后马利亚扣球，中队把球垫起来，中队现在是把球打过网，秘鲁队把球传到方位，方位的扣球，中队后排在接的时候球没有接起，现在换发球。秘鲁队刚才扣球队员是9号，这是三队赛，这个队员呢是18岁，身高1.7米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的这是第9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的决赛，是由中国女子排球队对秘鲁女子排球队。这场比赛是在利马的阿马武达体育馆进行的。中队发球，中队郎明发球以后，现在秘鲁队到方位，方位的扣球。今天的主裁判是匈牙利的裁判，副裁判是法国的桑丹。需要卡伊特发球，中队现在把球传来，中队球12号张洪芳在梁燕倒起的时候跑到他里边再扣这球，现在中队3-0，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9号孙金芳发球，孙金芳发多少跳球，队队一传接好以后，队队2号也跳球，刚才是碰网了，中队得分4-0，中国队以4-0领先。现在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发球，这是孙锦芳，孙锦芳发过手高球，秘鲁队现在一传到以后，秘鲁队还有2号位进攻，中队双拉网球打手以后出界，现在换发球。秘鲁队我们向大家介绍，这是南美的一支实力很强的运动队，他们在国际比赛里面取得过很优异的成绩，特别是近半年里面技术水平提高很快。这块球秘鲁队现在把球传给了，秘鲁队这段时间2号位进攻比较多，但是中国队用双拉网把球拦住了，现在中队得到发球权。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发球，这2号梁燕，梁燕看准对方以后发左手高球，11号西娜把球垫起来，现在4号把球传到方位，方位的扣球，孙金芳拉开以后，孙金芳拉开在方位的进攻，由12号张洪芳控球，球打中，这是5-0，中国队领先。今天的比赛一开始，中国队打得比较顺手，他们用扣球得了3分，拦网得1分，对方失误1分，弄5分。一传变过网以后，现在中国队把球垫起来，对方失误，现在是6-0，中国队6-0领先。现在是由秘鲁队发球，秘鲁队现在是4号拉克尔发球，孙建芳把球传来以后，由11号郑美洲扣球，郑美洲把球扣在界内，现在换发球8-0，中国队在第1局的比赛里面以8-0领先。张芳发球，秘鲁队现在高二传，秘鲁队拉开以后传球失误，9-0，中国队现在9-0领先。张芳发左手跳球破坏对方一传，一传不也到位，组织不起进攻，中队现在打防守反击，中队拉开三位的跳球，就在三篮球没有拦住，现在是10-0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中国队扣球得了3分，跳球得2分，拦网得3分，对方失误是1分，现在中国女子排球队10-0领先。中队现在发球，张洪芳，张洪芳发过手跳球，队友队现在把球拉开，范围的扣球，中队后排把球接起，孙锦芳把球传到范围，郎明的扣球，队友队现在打得很顽强，把球接起，辛娜的扣球是中队双拉网把球拦在界内。队友队现在把球传到范围，范围的扣球，
七号，秘鲁队的七号哈伊特，他在四号位跳起来以后，结果这球打得很干净。现在是14-1，现在是秘鲁队发球以后，现在两次要球，秘鲁队把球接起来，秘鲁队到四号位的扣球，中队后排把球接起来，中队传到往前，现在要狼边的扣球，秘鲁队三人拉网以后，后排在防守，秘鲁队把球传到往前，到四号位有九号全网扣球。中队一号扣球，七号在拦网的时候球出界了。现在中队得到发球权，现在比数14-1。这是第一局的比赛，中国队14-1领先。中队现在发球是七号丁亚雄，丁亚雄看准对方以后发上手高球，发球得分15-1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了，我们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。发球，中国队三拉网把球拦在界内。秘鲁队先得一分。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秘鲁女子排球队，他们最近的半年里面进步很快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。我们希望各国的排球运动员，他们经过刻苦的训练，经过激烈的比赛，都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，这样大家水平都提高了，才能够促进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。短的时间里面，他们取得了这样可喜的成绩，确实是值得人们称赞的。所以秘鲁的观众，他们都怀着这种心情，希望自己的队能够打出水平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现在秘鲁女子排球队以2-0领先。六队发球，六队十一号新浪发球，中队现在把球垫起，中队司令帮把球传到稍微的扣球。一号郎明把球打在界内，现在中队得到发球权。现在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准备发球是七号陈亚雄，陈亚雄现在发三号高球，并队一传没有到位，中队在调整，并队把球传来以后由十号把球直接打过网，现在中队把球拉开，中队由郎明的扣球，郎明把球扣在界内，现在1-2，中队得了一分。这是第二局的比赛，第一局中国队是以15-1获得了胜利。现在是11号郑美洲发球以后，现在秘鲁队把球传起来到3号位进攻，中队双人拉网以后，后边把球接起来，中队把球传到往前，4号位由郎明的扣球，秘鲁队把球垫起来，秘鲁队现在到4号位把球打过网，现在中队的组织反击，孙晋芳把球拉开，郎明扣球，球打中了，4-3，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。这是第二局的比赛，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困难的，由于观众的喊叫，必须沉着冷静，充分发挥自己的快速多变的打法，才能争取主动。这个练刚才是扣球，中国队没有接住，现在的比数是3-4，现在秘鲁队落后一分。这队由十一号辛纳发球，对方的拉拉队现在是用着喇叭、小号，4个人指挥，观众在吼叫。现在是5-3，现在是5-3。现在六队发球，六队12号发球以后，现在中队一传没有到位，中队在调整，中队现在4号位的吊球。双方一个轻掉，秘鲁队在接力球时候球没有接起来，现在半拉球，现在中国队发球，现在6-3，这是第二局的比赛，第一局中国队以15-1获得了胜利。现在孙晋芳发球，孙晋芳发勾手飘球，秘鲁队现在把球拉开，秘鲁队在稍微的扣球，中队后排把球接起来，中队现在郎明在垫球，双方把球打过网，现在秘鲁队在组织进攻，秘鲁队拉开，秘鲁队在稍微吊球，孙晋芳把球垫起来。梁燕把球打光以后，现在秘鲁队把球再拉开，秘鲁队现在由七号扣球，好球！秘鲁队七号哈伊特在2号位的梁燕扣球，球打中了。现在是3-6，哈伊特发球，中国队现在一传没有到位，由十二号张芳来吊球。中国队现在由十二号张芳扣球以后，现在秘鲁队把球接起来。秘鲁队由七号辛纳扣球，中队三拉网球出界。现在是秘鲁队得分4-6。
八打一个发上好超球，孙建邦把球传来以后由郑美洲把球推过网，这球是坐在了场内，现在换罚球6-4，中国队得到发球权，现在6-4。我们向大家介绍的这是冠军的决赛，现在是6-4，中国队发球，中国队现在2号由梁艳发高手超球，11号辛纳扣球，中队把球接起来，中队孙俊芳背传，4号郑美珠扣球，队友队刷拉网，这球没有拦住，现在中队得分7-4。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，应该经历各种考验，像这种比赛的气氛也是对运动员的一种锻炼。现在是1号在扣球，球出界，队友队的1号卡门扣球的时候，向大家介绍，这是第二局的比赛，第一局中国队以15-1获得胜利。第二局是11-5获得胜利，中队利用发球又得了一分，现在是12-5。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，他们打得很沉着。中队12号张芳发高手飘球，中队现在把球拉开以后，发了进攻，中队刷拉网得分，13-5。张芳发高手飘球，中队现在的稍微的扣球，中队刷拉网得分。14-5。现在是中国队12号张芳发球，队友队现在把球再传进2号进攻，中队刷网以后，后排的电力球手球持球了，张芳很快的把球举了起来。现在是由队友队发球，队友队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4号拉格尔，拉格尔发正好超球，中队孙建邦多少传好球，中队有陈亚球后球，球打中了，现在换罚球14-5，中国队现在以14-5领先。现在中队准备发球，这是11号郑美珠，郑美珠发上手超球，队友队现在是把球传开到稍微的扣球，球出界，15-5，这样中国队又上了第二局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中国女子排球队从秘鲁女子排球队第3局的比赛开始了。中国队刚才是刷拉网得了一分，1-0。这些第3局的比赛，前两局中国队是以2-0领先。现在是中队把球垫起，中队现在郑美洲把球到上位，由郎明在扣球，秘鲁队刷拉网没有拦住，后排的电力球手也没有接球，现在2-0，中国队领先。中队发球，中队是12号由张芳再发高手飘球，队友队现在把球好球，队友队这一球弹得很平，把球打过去以后，中队把球接起来，现在是秘鲁队在稍微的进攻，中队现在由孙俊芳把球传起，由陈亚球打快球，球被秘鲁队把球拦过来，当郑美珠在扣球，对方拦网的时候球没有拦住，中队张芳发球，张芳发高手飘球，队友队一弹失误了，中队得分6-5。前两局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以15-1和15-5获得胜利，这是第3局的比赛，现在中国队是6-5领先。中队后排一个月把球接起来，中队现在叫陈亚琼把球打过网，秘鲁队现在在防守，中队在组织防守反击，中队把球再传起来，背快11号郑美洲把球扣中了，现在是郑美洲发球，郑美洲现在发上手超球，队友队现在把球拉开，队友队扣球，中队再拉网，中队在组织进攻，中队把球拉开，郎明在扣球，七号在电力球时球飞了，中国队得分9-5。现在中国女子排球队以9-5领先。中队现在发球以后，秘鲁队现在背传，秘鲁队2号进攻，中队刷拉网，队友队现在在调整，队友队七号在扣球，梁艳把球接起来。现在是秘鲁队得到发球权，中队现在孙俊芳把球传开以后，由一号郎明在扣球，秘鲁队这个后排防守比较好，中队刷拉网球没有拦住，现在是6-9，现在是秘鲁队8号莱昂发球，中队把球再传开以后，郎明7-9，现在是陈昭队发球，陈昭队看了对方以后，现在发高手飘球，队现在12号高二传，把球传来以后快球，
中队把球接起，中队接孙继茂把球传开以后，由十二号张邦来扣球，另队把球接起，六队现在把球传到邵伟，邵伟来扣球，接到九号，第五队的九号张一泰，十八岁，身高一米七，扣球很有力量。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秘鲁队，他们往上进攻的能力也比较强，防守也很坚固。他们身材并不高，他们的全队的平均身高只有一米七四，上场主力队员的平均身高也是一米七四，全队的平均身高一米七三。中队一传没有到位，中队的调整，中队十二号张邦的扣球，就被三分了。第六队虽然比分落后，但是他们打得很顽强，把分数逐渐的追了上来。现在第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孙继芳多少传，孙继芳把球传到二号位跳球，十二号张荣芳在四号位，他看着对方两个人已经上来准备拦网，他自己不慌不忙的轻轻的一捅，这球从对方拦网的手后头过去了，中队得到发球权。现在第六队的进攻，第六队四号位的扣球，正在秦亚雄后排把球垫起来，郑美珠打球的时候这球没有过网，这就是身高吃了亏，他身材比较矮，这球打的时候没有过网。现在换发球，现在六队发球，六队九号的发球，正在一传过网，被对方打一探头球，我还有九平，九平，这一段中国队每一个队员都换好了手，都是稳定自己的情绪。关键的时候秘鲁队的队员也比较紧张，结果他发球失误了，现在换发球，现在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准备发球，这是二号梁毅，九平给梁毅发球，梁毅现在发高速跳球，秘鲁队现在把球传来以后打快球，球没有过网，现在中国队得分十比九，中国队十比九领先。孙进芳马上跑过来告诉梁毅要发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球，梁毅现在高速发球以后，现在秘鲁队把球再传起来，秘鲁队现在这球没有传好，但是一个轻打，这球打疼了。第十六号马利亚把球打中了。现在是秘鲁队得到发球权，现在比数九比十。现在秘鲁队落后一分。秘鲁队现在是六号马利亚发球，马利亚现在发上号跳球。中队现在调整，中队扫位扣球，十二号张荣芳扫位扣球。现在孙进芳发球，孙进芳现在发高速跳球，孙进芳发球以后，现在秘鲁队把球赶紧，秘鲁队扫位在进攻中队刷拉网，球出界，现在换发球十一比十四。现在是十一比十四，现在十一比十四，现在第六队发球，第六队现在发上号挑球，第六队发球以后，现在中队扣球，球打手出界，十二号张荣芳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打得不错，郎平打得也不错，现在是十四比十一，中队发球，中队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二号梁燕，现在十四比十一，梁燕现在发高速挑球，梁燕发球以后，现在第六队背传，第六队二号位进攻，中队郎平在垫球的时候球出界了。中国队这一分也不是很好拿，现在是秘鲁队发球，秘鲁队现在四号发球，四号拉克尔发球，拉克尔发球以后，中队一传没有到位，中国队在组织调整，中队十二号张邦扣球，对方三人拦网，秘鲁队把球再传到邵伟，邵伟的扣球，张邦把球垫来以后，先孙建邦把球拉开，十二号张邦扣球，球打手以后出界，现在换发球十四比十一，中国队得到发球权。中国女子排球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，他们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的作用，都有自己的特长。十号张芳发球以后，现在秘鲁队把球传起来，十一号的扣球，中队三拉网把球拦在垫内，十五比十一，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三比零战胜了秘鲁队。主席，秘鲁。